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翻斗小丸子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撸空投的小伙伴，一定要加入一下，就是这些电报，Discord 群啊，Discord 群。然后撸空投呢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有的现在撸空投啊，就是说大部分可能是做各种交互，还有的就是说铸造 NFT，还有的是玩游戏啊什么的。但是有的空投，它最基础的资格就是说，你得加入他们的一个电报群或者是 Discord 群。之前那个水我们都知道啊，水上是空投的那个白名单资格，也不是白空投吧，就是说你有那个资格，就是以零点零几的价格，零点零几我忘了啊，反正就很便宜。然后在 OK 上面1500可以买1500个。然后当时上线的时候，差不多是1-2块钱，1美金1-2美金啊，就是相当于白给1500刀吧，或者是2000刀，啊，这基本，而且他给你的资格就是很简单，你在那个去年几月份的时候加入过 Discord 群就可以了。我在去年10月份还几月份的时候无意中加入了啊，然后就看了一下有资格。所以说，防止后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空投标准吧。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潜在的 Discord 空投列表那么一些项目，它的所有的电报啊，那个 Discord 群的连接我都已经放出来了啊。到时候我会贴在视频的下方，大家有空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挨个的去加入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其实很简单，首先你得保证你的加入过。然后这个是一个。它的一个图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。然后这个也是像推特上面大佬国外他们弄出整理了一下，然后国内也有人进行了做一个中文的翻译吧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，对照操作一下。其实很简单，你比方说这种连接，你点进去以后呢，你把你的电脑呢，就是说打开这个，电报Discord 群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进行各种验证啊，人工验证呢、啊，到时候等加入就可以了啊。它不同的那个连接啊，可能就是不一样。到时候你点加入就可以了啊。你像这个就是 ZKC 啊，这些都可以。然后后续呢，我会再分享一下具体的其他的一些交互啊，一些视频。那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加一下我的这个。电报群、微信群还有 QQ 群啊，微信呢，大概因为我微信最近被限制了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。你大概在24号啊，就是6月24号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加这个微信了，大家可以把微信保留一下。你有急事可以加这个电报群私聊我，QQ 看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啊，好吧。然后视频就很简单，主要是把这些连接我贴到视频的下方。大家一定要抽空的时候去加一下就可以了啊，好吧，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，然后谢谢大家。